中国再一次调了首发，我们看到首发阵容六号沈无敌，九号陈潇毅，十一号何文伟，十九号刘礼。这是两个广东宏远球员之间的一个挡拆，借挡拆沈无敌拉出来，给到底角陈潇毅三分，漂亮。要防对方的空切，杀入内线，沈无敌是一员防守悍将，抢断，这已经是何文伟的第二次抢断了，给到刘礼，拦下脚步，两分打中，造成犯规。何文伟已经是，哎，漂亮，双手的暴扣，傅文浩。傅文浩三分出手，一个中投没能命中，反击，啊，直接手对手的抢断，这个球比较伤啊。对方的沈无敌，哦，这是一个波兰队还了一个二加一，李月洲回拉，上篮的时候这个脚其实没有站稳，给了诺维奇。黄思南又一个盖帽，哎呦，砸到黄思南的身上弹出了界外，中国队贸然伸手犯规，有两次，一次造成了两次罚球，这一次是三次的罚球。十二号，出来，还是回到李月洲的手里，分到底角，三分命中，啊，底角，罗东城刚才有一个机会，但是张博元选择了自己自投自抢，漂亮。哎，黄思南十秒钟上来挡拆，李月洲自己选择了出手三分，漂亮，反而是给了中国队一个球权，黄思南罚球线的中投漂亮，一种最佳的状态来迎接下边的出国的比赛。哦，这是篮下的一个胜利手，李月洲翻到弧四十五度角，张博远，当然这也和中国队的防守有一定的关系，外线空位三分球，十四号场篮板收下，往前推，李月洲，漂亮，李月洲，五号李月洲，浙江稠州，但是下面好像要参加耐高，他应该加盟的是回浦，外线三分漂亮，三分，前场篮板，吴文浩的前场篮板留，漂亮，侯玉博同一个位置连续两次三分出手，库恰普斯基，十三号傅文浩一个虚晃转身，给到四十五度角陈潇毅，哦，晃倒了对方，漂亮，还有八秒，大对角的横传三分出手，哎，还是波兰队把球拿了下来，底角三分出手，这球有了，张博远上篮，前场篮板，十三号坎科夫斯基，哎，这个球
对方进了球，中国发底线球的时候，我正在这记着比分呢，一抬头已经被对方反抢了。沈无敌虚晃抛投，漂亮。王洪泽，李月洲外线三分出手漂亮。小沈今天非常敢做动作呀，篮下傅文浩两分打中。一会儿我跟导播老师说说，看不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镜头，是不是？转身篮下打中，是。洪泽挡拆顺下游，没给过去，就是傅文浩外线三分。傅文浩这会儿手感热得发烫。中国队的得分也来到65分，领先达到了24分，应该是本场比赛双方的最大分差。往前推，哇，漂亮！后场一条龙，五号李月洲。是哪儿？好多车道。就打，反正就是是要打牛角，但是也没打成啊。外线三分出手漂亮，何文伟。一个球员他到底的发挥怎样？一个错位小打大。昨天晚上我就喝点。哇、哦，漂亮！经典的小打大，晃开了对方的防守，突破篮下，两分命中。这比赛剩下的时间，我觉得，我们看这个球，库恰夫斯基给到底角的三号，漂亮！他已经投中了，这球碰到了在界外球员的身上，这次算谁的出界？哦，漂亮！这是一个漂亮的底线球的配合。刘里内线凿一下，刘里的这个身体对抗的程度哦非常机敏。王正上反篮漂亮，左手上篮成功。犯规两分打中。哎，又是一个抢断。要不要喊一个停？全场比赛还有2分10秒。14号的篮下两分打中，但是这两场比赛小沈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傅文浩的一个盖帽，最后的22秒还要打吗？还要再打吗？冯玉博回头再看李晓勇指导，不打了。